我哋今次咧繼續講到侍奉人員嘅生命同埋心態，咁呢個係非常重要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侍奉好重要，就係我哋侍奉係得蒙神喜悅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侍奉係好多時會白做啦，或者係產生唔好嘅效果。咁呢度咧，亦都係講到人與人之間嘅，就係一個問題咧，就係難於與人建立關係啦，同人有距離。咁呢樣嘢係好多人都有嘅，其實有好多原因嘅，有不同嘅原因。右邊度講咗些少啦，呢度講到有啲人就需要同人有個距離感嘅，唔能夠同人太接近。其實有個原因就係心裏面唔能夠接受人。譬如有啲人咧，佢係點樣咧？佢係將人分類別嘅，嗰啲唔夠 class 啊，知識唔夠啊，講嘢粗魯啊嘅人咧，佢哋冇興趣同佢交往啊。即係嗰啲有級數啊、有知識啊、有錢啊。有各種條件嘅，咁佢咧就覺得呢個人咧，哇，值得做朋友。咁呢個心態咧，其實喺神嘅眼中係唔歡喜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每一個人都係寶貴。當我哋有呢個咁嘅心態，將人分類，喺心理學上有咁講嘅，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。佢話當一個人見到一個人，認識呢個人咧，第一眼嗰幾秒鐘咧，人係會決定佢以後會唔會跟佢交往嘅。你再想一想 ，OK。譬如話一個人咧，見到一個人咧，即係佢形容嚇個外貌不揚，衣服好爛，或者咧講説話咧好粗魯，冇文化。咁呢個人已經覺得同呢個人做朋友好難，唔想做朋友，即係有種咁嘅心態啊。咁呢個其實咧，影響咗佢同人嘅關係喎？點解咧？但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，即係人係會咁樣樣嘅。譬如你簡單，你去到翻工，有好多不同嘅同事，咁你會見到有啲同事咧係醒目啲嘅喎，有啲同事你見到佢咧係講嘢都拗鬥啲嘅。咁人咧就會通常咧就會睇外貌，或者個人咧高大英俊美貌嘅，咁咧就啲人咧特別咧俾佢吸引嘅。但係有啲咧，佢外貌不揚咧，人睇到佢咧就會受影響。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嘅，就係我哋知唔知覺同埋去唔去處理啊。當你知覺，你就會處理；你唔知覺咧，你就照樣係咁做。即係人基本上大部分都會係咁樣嘅。咁呢個喺基督徒嚟講，當我哋侍奉嘅時候係要處理嗰樣嘢嚟嘅。如果我哋見到個人，哇，好煩啊！即係見到佢覺得佢煩咧，已經冇乜興趣同佢交往，亦都好難有愛心去對人嘅。其實講到輔導咧，輔導第一個條件係乜嘢？係對人有興趣。嗱，嗰種興趣唔係咁喎。嗱，有啲人有興趣點講？哇！呢個女仔佢追啊，呢個男人啊有機會喎。即係嗰種興趣唔係呢種興趣，而係咧聽到人嘅嘢會有興趣聽關心佢啊。咁我有時我哋發覺輔導嘅情況咧。有些人咧好有心聽喎，佢講佢啲困難，好有心聽，睇到佢有心。但有啲人坐到咧喺度牛下牛下咁樣，哎呀，佢講啲咁嘅嘢，小組咧就會常常見到啦。啊，佢一講嗰啲嘢，哎呀，又講啲咁嘅嘢，咁咧佢就會冇興趣嘅。咁就因為佢覺得呢個人好煩，就對佢 turn off 啦。其實做輔導第一樣嘢就係話，你見到個人，就算呢個人咧真係又唔起眼，又唔聽話，又冇機會。但是你依然會話，我依然係想祝福。咁我想講其中一樣嘢嚇，咁我咧其實講關於其中一個在場嘅人，咁我但係我唔講俾你聽係邊個嚟嘅，咁咧但係係榮耀神嘅。當呢個人我第一次見嘅時候咧，同我今日見佢係完全唔同兩樣嚟嘅。第一次見嘅時候咧，個態度係可以話咧係好差。但係其實當日嚟講咧，我都覺得好難處理。但係我依然個心係想祝福，即係我冇因為呢樣嘢而受影響。咁當時嚟講係真係係唔係影響我，係影響我周圍嘅人。但係我依然祝福。當我有第二次機會服侍，我好感謝神，佢係開放，然後一次一次咧係完全唔同曬。咁呢個係榮耀歸俾神喎。但係好多人見到咁嘅人咧，真係唔起眼，真係。即係佢咁嘅人咧，或者佢態度唔好，就會好難接受。即係點解人會咁咧？咁但係我哋諗就係我哋服侍神就係祝福人啊嘛，就係嗰啲人有需要，無論佢幾差幾差，幾冇禮貌，幾唔好嘅態度，
我哋都話神啊，如果我係愛人嘅話，我哋就唔係愛嗰啲好態度嘅人啊嘛，係咪？傳福音嘅神咪就傳俾嗰啲好態度嘅，係傳俾任何一個人，總之佢有需要嘅，就算佢聽咗神嘅話，佢都抗拒，我依然係祝福佢。嗱，呢一種心態非常寶貴，但係多唔多人有呢種心態咧？係唔多嘅，係啊，即係好多人咧係耶穌講到個比喻，講到綿羊山羊。他有些人做在我身上，有些人没有做在我身上，就有些人呢，他是没有这种心态见到人就祝福的，他总是说这个人什么不好，很多人是这样的，去到教堂回来就心就想，唉，看他又没有见证，只有口讲又骄傲，又说自己不厉害，即有些人就会心里面会这样，口都会这样讲出来的，但是这样的时候呢，神是不欢喜的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見到人咧就去憐憫，去憐恤。譬如我哋宣教嘅時候，有啲人係又酸又縮嘅，有啲地方啲人係沖涼不濟嘅。喺北方嘅地方，喺凍嘅地方，你走埋同佢傾偈係又酸又縮嘅。但係我哋都會忍氣唔吞聲，但係又唔可以閉氣嘅，忍住啦。但一路的心就祝福他，他的心就不是一種即是看小他的心，但有些人聞到他臭就即是不想跟他一起，所以我很佩服那些真的幫那些露宿者的人，真的很大愛心，真的真的他跟那些露宿者一起是非常大愛心，你未必去到那裡，但你起碼就說周圍的人很煩很厭的，普通人認為很煩，你都依然是對他好的，但這是一種。第二種人咧就係、是，即係呢種我講係即係話對某啲人好強烈嘅分類。另一種人咧就係、是，佢冇辦法同人建立關係，總係好容易有刺啦、吉親人啦，或者唔能夠分享佢內心世界啦，冇乜朋友嘅。有啲人越大年齡咧，即係到嗱學生時期通常嚟講都有朋友嘅，畢業啦開始面對周圍嘅人嘅時候咧。開始冇興趣對某啲人啦，個朋友真係好少。咁到有一日年紀一路大啦，越嚟越少朋友，越嚟越少人交往，越嚟少啊，即係佢真係對嗰啲人好嘅人。咁我都識過唔少咁嘅人，係點樣呢？有啲嚴重嘅做工又揾唔到工作，又冇朋友，親戚又唔要佢喎，真係好似好孤單啊！即係喺一個好困難嘅情況，咁呢個去到好極端，但有啲唔係咁極端啦。我係見到佢真係冇乜朋友嘅，佢好難同人相處，好難能夠分享內心世界。咁其中一樣嘢咧，我哋能夠個人咧能夠容易能夠接近咧，係點樣咧？笑容啦，關心人啦，你都能夠講自己嘅嘢啊。但係講自己有兩種嘅喎，一種係講唔停嘅，有啲人咧自己係咁講講講，你插唔到口嘅。但我哋講自己嘢嘅時候係聽人更多，但我哋都會講自己。如果完全淨係聽唔講自己嘢咧，人哋覺得有距離感喎，淨係好似幫人。但你會聽到我有時我都會講我自己生活嘅嘢啦，我面對嘅嘢啦，我太太啦，即係我都會講一啲我生活上嘅實際嘅嘢，讓大家感受我一個真嘅人嚟噶。我唔係一個好遠好遠嘅牧師嚟噶，係一個同你好近、好接近，同埋任何一個你同我相近嘅時候，你發覺。我是可以同你傾偈，我可以將我內心去講俾你聽，我亦都會留心聽你講嘢，咁你就能夠有好朋友啦。我係四圍都有好朋友，咁我唔知道你而家覺得你嘅情況係點樣咧？我希望大家能夠衝破。而講到建立朋友嘅關係，需要學習嘅。咁呢樣嘢我哋而家唔係呢度講，但係我只係話俾大家知係需要建立嘅呢種能力。如果你發覺呢個能力呢、這個困難嘅時候咧。你都可以在 WhatsApp 告訴我們聽，那我們可能呢有些機會我會講一下這個主題。我們一起讀《撒母耳記上》十八章一節、啊、大衛對掃羅說完了話，約拿單的心與大衛的心心相契合，約拿單愛大衛如同愛自己的性命、啊、這裡呢講到呢很特別的，約拿單對大衛有一種愛，但這種愛呢，如果同性戀人一看他就是同性戀的，那些人呢誤解聖經，但這裡是並沒有講到同性戀的，是很單純，一點都沒有講到他們有什麼性的關係的，是完全一種是保護祝福的。那這裡是
約拿丹就係真係對大衛好好。當佢俾佢爸追殺嘅時候，佢係保護佢，佢都將佢嘅劍啊、佢嗰啲啊、佢嘅刀啊、佢嘅寶物啊送俾大衛嘅，係真係對佢非常好嘅。咁呢個就係佢能夠同佢建立關係，有一種祝福人嘅心，一種愛人嘅心。咁希望大家都能夠，如果你侍奉主，一定要建立同人嘅關係。如果你建立曬輔導嘅能力，但係你同人關係唔好嘅時候，你係輔導唔到嘅。你或者你做任何侍奉，但係你同人關係咧係好容易傷害人嘅，令人覺得唔舒服嘅，咁你咧係需要學習嘅。如果有人對你反應過，有人反應過，同你相處有啲困難，或者佢嘅態度俾你睇得到，佢有啲怕怕你嚟，咁你需要諗下點解啊？需要反省，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反省。點解我哋會令到有啲人唔舒服咧？我哋就可以需要反省啦。咁我哋講聖經都用一個方法，譬如同人講聖經真理，都讓人覺得舒服嘅，就唔係一種強硬嘅方法。咁呢個都係令到我哋能夠同人交往啊、服侍嘅時候、幫人嘅時候咧，係令人覺得舒服，係聆聽佢、關心佢嘅。好啦，啊呢個另一個問題啦，就係侍奉者嘅問題，就係語氣態度唔好啦。啊，對人有因為點解？因為對人有抗拒咧，於是個態度唔好啦，或者輕看人，態度令人覺得唔舒服。咁嘅原因係乜嘢咧？心中存著負面嘅思想情緒就容易流露出嚟啦。即係個心裏面咧有唔好嘅嘢咧流露出嚟。聖經裏面講到，惡人從佢心裏所存嘅惡就發出惡來。心裏面嬲人咧，好容易就好容易揾機會頂下佢噶咯。我先咧有一個人同我講，有一個牧師啊，真係你聽上嚟覺得好奇怪嚇，即係佢會做啲咁嘅嘢嘅。他會咧啊入咗個 lift 啦，見到人跑嚟個 lift 啦，佢會入咗個 lift 閂門，佢唔會去將個 lift 門咧開翻嘅。佢見到人咧行路咧，佢會覺得佢好埋咧，佢會用隻手踭頂一頂佢嘅。即係有人會咁樣嘅行為啊！即係點解佢裡面有一種怒氣啊？有怒氣咁，而家係有改善嘅，呢、這個人係有改善嘅，但係咧即係話。不是話牧師就冇怒氣，其實有時都會嗱。當然作為牧師嘅，我哋欣賞佢嘅努力。但係即係話有時人基督徒同埋就算係傳道人都會裡面有一種嘅怒氣。呢種怒氣咧就會喺我哋態度表現出嚟，或者一種睇小啊。即係話你見到某個人嘅時候，你冇乜興趣同佢傾偈咧，就會顯露出嚟嘅。咁我自己作為牧師，我好知道，如果我態度對人有唔好咧，係。即人係會留意到嘅，特別留意到嘅。即如果我見到有啲人嘅時候，係好似唔係咁睇重佢啊，唔係咁尊重佢啊，係會影響嘅。咁而我感謝神啊，即係俾我留意呢樣嘢，同埋我真係登去做。咁我以前咧，牧師曾經同我講過就係話咧，有人話你冇同佢招呼，咁我就留意啦，特登去招呼啦。同埋我做嗰時，我唔係話好似千祈唔好俾人啊捉到我痛腳，話我唔好，我唔係咁嘅心態。其實我見到邊個人，我都係一個祝福嘅心態。我為你祈禱都係嘅，我都係好想你有一個舒服嘅經歷，有一個享受嘅經歷。即係喺為你祈禱嘅時候咧，都係即係啊，會講啲説話令到你舒服嘅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嘅心態。咁你如果同我相處，你發覺有時我話耶穌愛你，耶穌祝福你，耶穌睇重你嘅，你好寶貴嘅。即係我都會講呢類嘅説話。咁我真係心裏面真心咁樣嘅。咁都希望我哋大家能夠。在個善人和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，就有善發出來了。我們一起看看個以弗所書四章廿九節，只是讀、啊、一起讀，在上面都讀起來。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，叫聽見的人得益處。在這個時代呢，有些人呢他講污穢說話呢就未必是真的講粗口那種，我相信你們不會有人講粗口了。但咧喺呢個時代，尤其年輕人咧，係容易會窒人，但唔係淨係年輕人喎，即係有啲人係會窒人嘅。咁咧我啊呢一個其中我見過一個經歷啦。咁我咧就，但係咧啊，我相信基督徒都有。其實我講一個基督徒嘅例子先啦。咁咧有一次咧，我就公開輔導，咁咧就啊。咁嗰個男嗰就話咧，女嗰個咧就好多時遲到，即係唔係佢哋出發嗰陣時咧，那個女嗰遲。咁我就問點解啦？佢係要游灰水啦，佢就話佢化妝。係啦，佢係講化妝。咁我話
游灰水啊？你係咪講佢即係化妝咧？咁啊係。咁你估你嘅太太聽到有咩感覺啊？我諗佢真係唔係好中意噶，即係佢會無意咧就會出咗呢啲嘅説話，就會話即係太太游灰水咁樣啦。咁另一個例子咧，亦都係我親眼見到嘅一個人啦。呢個唔係基督徒嚟嘅，不過一個例子啦。咁有一個人咧就講一句説話，佢就話咧：，唉，我咧即係佢講佢行一條路，我都冇人要啊，都冇人捉咗我拐賣嘅咁啊。邊個人咧就唔會噶，佢又比較貴重啲咁樣啦。跟住嗰個丈夫話：，佢都冇人要噶啦咁。咁佢嚟講咧，佢可能覺得一種。即係講笑，即係一種咩啊？用一種方法講笑嘅咁。但係我當時我見到個太太個眼神點咯，即係我喺後面，我見到佢我額頭係好明顯佢唔中意。但係嗰個男嗰個佢覺得佢係玩嘅喎，佢覺得玩。但係女嗰個覺唔覺得玩咧？係唔覺得係玩，即係呢啲係唔講唔係玩嘅題目嚟嘅，但係好多人咧就喺呢個時代覺得呢啲係玩嘅説話嚟嘅啫，係總係中意窒人啊，邊個唔得，佢都係唔得啫咁樣，人都係呢種方法，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啲唔好嘅説話，即係呢啲説話咧，我哋都唔好出口啦，即係留意咩説話令到人舒服嘅都唔好出口，而係隨時説做就人嘅好話。咁有啲人又同我講過，佢話唔知好似你咁講嘢成日都係咁斯文，真係啊，即係好似。過分，即係佢唔係過分嘅，即係話好似得唔得㗎？咁成日都係講真嘢，都係咁斯文嘅咧，咁啊佢好唔慣，因為佢哋講嘢梗係中意窒啊窒啊咁樣嘅。咁但係其實窒人係，我想問你，呢樣嘢有人中意人窒你㗎？有冇人你中意人嚟窒你㗎？即係你嘅同事啊，或者你嘅丈夫啊、妻子啊，總係硬係窒下你，你會唔會覺得享受咧？你會享受，有時有啲人會享受，但係咧去到某啲位咧，可能你會唔係好享受嘅。邊啲位咧？當你真係覺得嗰樣嘢係你好重要嘅，跟住佢就窒你嗰樣嘢，嗰樣嘢你唔得咧，即係嗰啲重要嘢咧，我哋就會可能咧係會難定。有啲人佢係慣咗呢種嘅方式玩，但係咧我都話你慣，可能對方未必慣，可能你中意。咁我哋都成日諗説做就人嘅好玩。咁所以呢個基督徒嘅改變咧，其中就係我哋嘅説話。以弗所書四章十五節講到用愛心説誠實話，係誠實嘅，但係用愛心講嘅，係令到人覺得舒服嘅。好啦，跟住咧第三咧就講到自己嘅問題啦，侍奉人員自己嘅問題啦。其中一樣就睇重恩賜過於神啊，或者輕看嗰啲恩賜少嘅人啊，睇到自己。我真係叻過人㗎，我啲恩賜真係好勁㗎，哇！我咧祈禱又好勁啦，領敬拜好勁啦，我輔導又好勁啦，或者咩方面好勁啦。嗱呢一種嘅心態咧，人係好容易會自己即係會人係會生出呢種嘅心態嘅。咁咧個表個背後咩咧係睇重能力同埋表現過於睇重神同埋人，因為神係唔中意嘅。我哋一齊讀林前四章七節啊。使你與人不同的是誰呢？你有什麼不是領受的呢？若是領受的，為何自夸彷彿不是領受的呢？即係有邊個令到我哋不同呢？係有咩唔係領受嘅呢？如果係領受，點解自夸好似唔係領受？即係其實乜嘢都係神俾我哋嘅禮物嚟㗎。點解神將好多恩賜俾人呢？因為好多人咧，如果俾恩賜佢咧，佢就會驕傲，佢會跌倒。所以恩賜唔係好多人都有。但係當你有嗰時候，人都係會驕傲嘅。而家人係好想咁嘅，有恩賜係好想叻過人哋。譬如有人領敬拜或者做某一樣嘢，當佢自己做嗰時候，佢好想人話：，哇！你比嗰個叻啲喎。你講聖經嘅時候，比嗰個叻啲，人總係會喺呢方面去諗啊。邊個叻啲？但其實唔緊要嘅，係我哋大家一齊服侍，即係一種大家一齊祝福人嘅心態，唔係話我叻啲。我感謝神，神俾我好多嘅恩賜。我講嘅時候咧，我完全想講咩咧？係神點樣幫我有謙卑嘅心。咁我又唔係誇耀我嘅謙卑嘅心啊，即係我都係其實呢樣嘢都係需要處理。但係點解我會神俾我咁多樣嘢，我學好多樣嘢都學得好好，但係咧我會保持謙卑嘅心咧，係因為我自己睇到我自己犯嘅罪，我自己嘅軟弱，我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，我自己真係覺得。不配啊！
我自己不配嘅時候，我就神，你依然俾咁多恩賜我，俾咁多能力俾我，咁多機會俾我。神啊，我真係要珍惜，唔好再因為罪、因為軟弱而失去呢啲，唔好因為驕傲而失去呢啲。因為我真係睇到，如果神要追討我哋嘅罪，我哋冇一個人企得住嘅。但我就話神啊，我有咁多嘅軟弱，咁多嘅罪，你都唔計較，你俾我機會，俾我經歷聖靈充滿，俾我帶住能力，俾我各樣嘅恩賜，能夠教導人、幫人，我心係好感激神，因為個感激好大啊，所以我就覺得，哎呀，其實我算得乜嘢呢？其實我為人祈禱，亦都試過，哇，好強烈嘅經歷，個心就偷偷歡喜。但我話，其實我係做乜嘢？我只係擺隻手出嚟，我心愛慕神，就是、神嘅能力入嚟。神的能力入嚟使用我，咁我有咩特別呢？我只係個器皿，即係我一條電線，一條電線。神透過我祝福個人，有咩可誇呢？所以我就話神啊，當我見到人經歷神，感謝神係你嘅工作，你好犀利。即係我成日都話俾自己聽，神好犀利，神好叻，一齊講啊！神好犀利，神好叻，神做樣嘢都好好嘅。神興起嗰啲軟弱嘅人，神接納犯罪嘅人，一路吸引佢哋。改變他們，我們個個都是爛泥，是神興起我們，是不是？當我看到我自己的爛泥，但神興起我的時候，我就說神啊，我有什麼可誇？當我看到神給我的恩賜能力，我就說神啊，我真的很感激你，我又很佩服你，你會使用那些這麼多地方不聽話的人，但你會興起我們。我就所以我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就真的神啊，不要讓我有的那麼多的驕傲，不要的那麼多覺得自己厲害的人。其實神不是看這件事的，將來去到天堂有很多人很多恩賜，他以為他哇上到天堂很厲害。我試過有一次參加一個鋼琴演奏會，是一個基督徒辦的，他兩個兒子在全世界的青年的彈琴比賽是即是拿冠軍啊、亞軍啊，兩個都是極高極高的榮耀榮譽的，在全世界喎，真係好叻，即係係真係好叻，係好佢好多嘢都好叻嘅。但係當佢上台祈禱嗰時候，我真係覺得哇，嗰種驕傲喺祈禱聽到真係好清楚，好清楚。神啊，感謝你啊！我有兩個仔點樣叻啊？咩咩咩咩哇！即係聽到嘅時候，哇！即係我覺得佢所做嘅到底有幾多神歡喜咧？即係我都希望大家神啊幫助我哋。有這個謙卑的心，即是說神啊，我什麼都沒有的，是你興起我的，我不配的，所以我有這個能力幫人，是神你特別給我的，我就真的不要誇耀我的恩賜，不要看重恩賜。很多人說我沒有恩賜，神不計這件事，神會給你能力。你想去做的時候，你去到那個機會，神就會給你能力，你信不信啊？當你去到宣教，你不要說我沒有恩賜，你去到那個機會，神就會給你能力。那個能力不是一個問題，最重要是我們能夠謙卑在神面前。神啊，我不配的，我希望大家日日都這樣，我是不配，但神興起我，感謝耶穌，我是開心快樂，我是不配的，但神興起我，感謝神，我要歡喜快樂，我要享受生命。大家你經常聽到我說到哇，我真的感謝神，好開心，有耶穌真好啊。但另一方面我真的說神啊，我是不配，神你真的給很多恩典我，我希望大家都是時時能夠傳遞這個訊息，是一個謙卑的，不是誇耀自己的心態。好了，另外一個就是容易有情緒，就是說自己的內心世界很容易有情緒，還有很容易看負面，侍奉的人都是會容易有情緒，因為很多人將情緒補落你的身上，很多不開心，很多不滿意，因為我們經濟都會經常聽很多這樣的笑話。我們聽完之後，有些人真的會很生氣，但是呢，或者有時被攻擊了，有時比較，有時呢人都是容易比較誰厲害誰沒那麼厲害，這時候呢就會有情緒。譬如有人會說、你做得不好啊，批評啊，這樣咁由我哋能唔能夠處理咧？好啦，咁嗰啲根源喺邊度嚟咧？就係當人能夠處理佢情緒啦，唔能夠接受人有罪啦，即係話有人點解你人咁差咧？點解佢哋會咁樣樣咧？我哋接受唔到，
但人就是這樣的，我們接受人有罪呢，你就會少了怒氣，接受自己有罪呢，就不會那麼多低沉。其實我們個個都會有罪，人都有罪，不出奇的，甚至全族人都會有罪的，不出奇的。或者是覺得不接受不公平，為什麼不公平的呢？有很多人就會很大的憤怒，不公平是的而且確有的。那個問題就是我們怎樣找方法去處理不公平，而是怒氣。現在香港其實是一種見到不公平就發怒，用負面的說話、攻擊的說話其實沒有幫助，只是造成分化，越來越鬥爭。但是當我們見到不公平的時候，我們怎樣去爭取那個權益，怎樣爭取能夠公平呢？或者不如意了就不開心了，事情做得不好，另一樣東西侍奉人員其中一個很大壓力做得不好了，於是就很大壓力了，就有負面的情緒。負面的情緒的時候你會看到的，當這個人整天都積聚負面情緒，他自然的皺眉頭就多了，他面硬了，很難笑的，很多重擔，很多煩惱，你看到他都是唉，很容易唉聲嘆氣的，是看得到的。你想想一個人牧養人的時候，唉，一路講到嗰時，唉，咁嘅時候咧，傳遞個咩信息咧？或者好硬邦邦嘅傳遞個咩信息咧？咁，所以我哋自己嘅生命係平安喜樂嘅時候咧，總係睇到人有前真，因為有神嘅緣故，總係有出路嘅。嗱，我永遠都係咁嘅。嗰人唔好，唔係我責任，我盡力去幫佢，佢有改善，感謝神，咁就開心啦，係咪？但有很多人看到人不好就哎呀這個世界真的人真是壞了，個人都是不好的，那就被人壓住。那時候做人難，做基督徒又難，做侍奉的人員更加難。為什麼很多人說侍奉難呢？就因為是要面對人的問題。但為什麼你見我又好像沒什麼這樣的感覺的？其實我經常都有人找我，而找我的人都是很負面的，很多都是很多問題，是一很大代的以往的垃圾，那些不開心就告訴我，神又給我聰明智慧怎樣 去幫他。這個是神給我聰明智慧，我一點都不是說我聰明智慧，是神給我智慧去幫他，感謝神，多謝耶穌，耶穌是賜智慧的。那幫他看的事情不同了呢，又不是很大件事，不要緊，可以這樣處理就行了，得勝無曲一步步處理就行了，那又好像不是很難，又改變了。即是那些人來的時候就好像帶著垃圾，走的時候就好像聖誕老人帶著一袋禮物走的，即是說是很大改變，是不 是這樣好啊？你可不可以這樣啊？你都可以，就是你裡面很多好的人。另一種就不是，那些人來到的時候他自己的怨氣就走出來了，那些不開心總會走出來，有怨氣一定會走出來，不過不知道他哪裡出來的，你覺得是不是啊？人的怨氣總會在某一處流湧出來的，你不知道何時，不過最慘就是你不知道何時流出來都不知道，就影響周圍的人，在我們的說話，一些負面的說話都不知道何時走出來。這樣的時候呢，是第一虧缺神的榮耀，神歡喜，第二又會傷害人，又會傷害我們跟神的關係。所以求神幫我們找出我們有什麼負面的東西，是要需要醫治的，需要處理的。你有心服侍，你發覺裡面有負面的，我是願意去幫助你的，跟你傾偈的。咁我其實每個禮拜我都有幾個人去見去幫助，咁我係樂意咁做，係希望提升你嘅生命。當我能夠幫助你，你去處理嘅時候，我係歡喜嘅。我唔會話嘥時間嘅。有啲人話唔好意思揾你牧師，係嘥你時間。但其實我的心態咧，我係覺得祝福咗你之後，你被提升，我係覺得係滿足嘅。雖然我做嘅嘢係好多，我得閒我係想寫書，我快啲將啲教導寫出嚟。但我跟你傾偈，我是樂意的，咁都希望大家就話留意我哋自己有冇啲情緒啊、負面啊要處理嘅。好，另一個問題就是缺乏愛心同埋良善啊，冇祝福嘅心態，即係唔會話見到人就想祝福，而好多時會諗我得到咩著數咧，人會點樣讚我咧，人會點樣睇重我咧，就諗我自己，其實就係在乎我哋。想人定想自己，如果我哋想人，我哋就會祝福。想自己，我做完呢樣嘢有咩益處啊？用咗我啲時間喎，我想做我啲嘢喎，點解我而家用咗時間幫呢個人咧？咁呢個就係冇呢種心去祝福。當我哋心裏面有一種良善啊，即係嘅時候咧，神就喜悅啦。但如果人成日都係有怒氣啦，而成日都係諗自己嘅時候咧，就唔會有呢種祝福嘅心態。
我都聽過不少人被一些組長傷害，因為組長最想就有很多人去他的小組，這件事是沒有錯的，不過做得來很大壓力，所以組員覺得個個都受壓力，個個都很大的壓力要去找人。其實我們如果當我們侍奉的時候是壓力的時候呢，並不是好的，因為那些壓力就會在某處走出來。但如果他們說充滿喜樂，這個小組真的充滿喜樂充滿愛的，於是很想一些人來，這些人來到又 被愛的，這樣的時候呢，那個小組就會很自然地增長了，而不是出於壓力的，是出於裡面真的看到神的愛神的喜樂的。那個來源在哪裡呢？就是人心中不是充滿神的愛，容易要求人，同埋律法主義，就是很多時候都要求人。其實基本上很多人的關係都是律法主義的，有沒有發覺周圍的人經常都說你沒有做什麼，你沒有做什麼，很少人說、啊、我為你做什麼、啊、你真的好了，我欣賞你，祝福你，我幫助你，即是很少人真的是這樣的。希望我們經常都是祝福，不斷的祝福。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又講講我同我太太，我們經常都是祝福的，無論有小事大事我都是想她開心的、譬如有時半夜醒，那我跟她撳花被，看到她那些被毛很撳，她一知道她總是又多謝我，我總是又會 又多謝她，即總是呢我們有機會呢、回家我們立刻就會爭先去拿拖鞋，為對方拿拖鞋，其實這些小事，但這個小事就是祝福了。那他又會想一下有些什麼呢，我們一起的時間去、可以去、怎樣一起去玩、啊、即他會很珍惜，他也都在我身上是經常都會帶有他的東西的，即譬如這個我的日記，這個是 calendar， 常常都有他想了個方法，他找到這個方法怎樣將筆擺在這裡，這些其實可以說是即不是很多錢的東西，但是是個心意，就是個心意成日都有一種愛的心意，所以希望大家成日發出愛的心意，見到人就我怎樣可以愛他祝福他，令他舒服一點，他見完我是舒服一點開心一點的回家，好不好？你如果是這樣，你一定不會 缺乏朋友的，你成日都是令到人舒服一點，你永遠即是你想人嘛，祝福人的時候你永遠有更多的朋友的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節一起讀下，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善就發出善來，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，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，即是心充滿就口就說出來。那為什麼下面有火呢？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就講到我們所有的侍奉就會被火試驗，所以這裡每一個圖刻都有個火在，就是你是愛心還是沒有愛心，你做的侍奉你可能做很多，但是侍奉呢，我要爭更多人在我小組，因為我是想愛人，當你想愛人呢就永存了，但你要爭取我要個小組厲害的人呢的時候，你有很多會燒了，燒多少我不知道，神知我不知道，但是燒了的時候呢你會覺得後悔了，或者你侍奉的時候帶著情緒又燒了，或者驕傲又燒了，這樣的時候呢是很浪費心機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侍奉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全部入曬最好啦，係咪？即係好似奉獻，全部去曬轉輸最好啦，係咪？全部去曬嗰啲應該去嘅地方，咁嘅時候咧就最好嘅。咁所以咧，求主幫助我哋試驗我哋內心。好啦，另外一種情況咧就係冇信心嚟侍奉嘅人員。另一個問題就冇信心，冇信心去侍奉啦，同人交往啦。咁咧點解冇信心呢？就係因為佢憑眼見，難於相信睇唔到嘅神，對人同埋世事有懼怕，因為我哋睇唔到神。所以覺得哇有困難，好困難，好難搞啦！生活有困難，好難搞啦！人的問題好難搞。咁但係我哋大家都經歷過聖靈，係咪？你經歷過聖靈，知道神是真嘅。我哋中間亦都有好多人聽過神的聲音啊。Mandy 咧，佢最近都有講過，佢去到搭飛機嗰、那個啊前再前一日就個飛機係延遲啊兩個鐘頭。一次咧延遲個半鐘，咁所以我哋預咗嗰日可能都延遲個半鐘嘅。咁我太太咧就喺網上查到延遲40分鐘，嗱、这個其中一樣我太太成日同我做嘅。
我喺旅程咧，佢已經同我 check 定曬㗎啦。佢飛機會延遲幾多啊？之前啊延遲幾多咁啊？話俾我聽啦。咁咧佢就話延遲41分鐘。咁我哋即係大約41分鐘咧，真係可以上得飛機喎。點不知咧入咗去之後，佢又話延遲喎。結果真係一個鐘頭，但係佢一早已經收到啦，收到神嘅信息話俾佢聽，即係神係講嘢嘅神啊。同埋另外一次好特別嘅，就係我哋上個車。他話去飛機場嗰啲上車，咁我咪去上車咯。點樣知係兩架車？我哋上咗架唔係嗰架，即係佢我淨係聽到佢話飛機場啊嘛。跟住成扎人出去喎，出去嘅時候擺曬啲行李上車，跟住咧一行緊嘅時候 ，Mandy 即刻聽到神同佢講唔係呢架車，真係好特別啊！呢、這個即係我諗你都好羨慕啊！即係其實你多聆聽神啊，佢都可以啊 ，Mandy 可以分享鼓勵大家點樣樣可以聽到神嘅聲音。即係睇到神係好真啊！神係好真實嘅。當我哋知道神好真實，同埋神真係做嘢，我哋可以經歷神睇到神嘅釋放醫治咁真嘅時候，我就希望大家堅定相信神。我係堅定相信嘅，我係堅定相信神喺我生命有計劃，喺你生命有計劃，你嘅生命可以發揮出嚟嘅。一齊讀下雅各書1:6，只要憑著信心求，一點不疑惑，因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風吹動翻騰。波浪是永遠沒有靜止的黑。夜晚瞓唔瞓覺啊？啲波浪唔瞓覺，你瞓覺佢日夜係咁反來覆去。如果人嘅心係咁日夜反來覆去，又咪好慘啊？即係如果冇信心嘅人咧，疑惑嘅人成日都係咁嘅。但既然神做咗啲工作，我哋就感謝神。就紀念神的工作，成日都有信心，神一定會祝福。我是很相信神定義有個計劃，使用我的生命，也使用你的生命。譬如有些人很擔心他的婚姻，我說你的婚姻已經寫在天上了，你不用擔心。無論你是結婚或者是單身都不要緊，神已經寫在天上了，你應該聽他的話，到時到後會實現的了。這個信心可不可以有呢？如果你未結婚的，能夠相信神已經在天上寫了這個計劃，其實神已經寫了的，你聽耶穌的話，這個計劃就會成就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在你前面的路相信，在我這段時間我看到神一路為我開路，為我安排事務，是很奇妙的。 Mandy 去年已經收到說今年我就會開始去列國，真的今年去列國。之前已經有一個先知，有一次聚會就成扎人在那裡，就指著我叫我起身，他就告訴我，有一天你會去列國去宣教。神是很特別，他是一個講話的神，他真的會使用我們。我之前我都覺得很困難，但是現在神一直為我開路，神都會為你開路的。只要你聽神的說話有信心，既然神會為我們，神這麼愛我們，我們就有信心了。你有沒有信心啊？向前行有沒有信心啊？有困難的時候有沒有信心呢？軟弱的時候有沒有信心呢？一樣說相信神一定幫我的。凡是那些有找我的人呢，有需要釋放醫治，我說不要緊，你一定會改善的。你每天改善些少，你要感謝神，感謝神，我今天改善了，感謝神，有改善就可以了。你一天改善些少，你一路下去就可以了。其實當你這樣想，神有信心一定會改變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會什麼事情都不會擔心，不會害怕了。 OK，在服侍祈禱的時候留意我這裡說的，即是為人服侍祈禱。第一，我們一起讀吧，不如自己用心靈愛慕神，不要單用悟性，即是為人服侍祈禱。我希望大家這個個都會將來都會做這件事，就是用心靈，整個心靈去愛慕神，不要只是用悟性講說話。第二，我們的目標是強烈神同在和安慰勸勉造就和幫助人保持聖靈充滿，就是說呢是強烈神的同在，每一個都專注投入祈禱，不要在那個時候聊天，而是投入去禱告，也都在家時時投入禱告，讓神的同在加強在這裡。我的目的是將來希望見到你們很多人，或者每一個都帶著大能去為人祈禱，看著那些人改變，預備末後的時代。為什麼呢？神要興起很多人，我才能夠去到不同的國家，去影響很多人呢，他們的生命改變，無論在香港或者是我們鄰近的國家，神都可以使用你的。不是每一個做宣教士，但每一個人都帶著能力。第三，不要說負面話或有負面表情，即是為人祈禱時不要說、這個都沒有反應的，這個都沒有什麼什麼的，又說不要說負面的說話，即是不要說、即是說你都沒有投入的，
起我專心嘅，唔喺服侍祈禱，唔好講呢啲説話，唔好講任何，同任何人都係，你都冇做乜嘅，你都冇咩嘅，唔好，即係譬如話小組佢冇出聲，你都唔出聲嘅，唔使咁講嘅。有冇嘢分享啊？啊，諗到咩嘢喺心裏面諗到咩，你可以分享啦，鼓勵，即係去用正面嘅方法。第四啦，弟兄盡量只為弟兄禱告，除了葉牧師啊。因為很難避免，這個盡量，但有時都不難以避免的。如果避免不到的時候，你就一定要在場，即是服侍祈禱的時候，就不要兩個單獨服侍祈禱。而你弟兄服侍姊妹的時候，就盡量那個身體接觸比較少。第五，輕輕以手指觸及，一起讀，輕輕以手指觸及被助受被服侍者的肩膀，即是輕輕就不要用力，不要推他。第六，不要用方言為被服侍者禱告，除非那人接受。如果在這個聚會，因為不是個個接受，就你就不要用方言，但你知道有個人接受的，你是可以用方言。有些人在困惑之中，你用方言他都不知道你做什麼，但你自己個人祈禱可以用方言，你自己個人祈禱，即是我們聚會都可以的，你自己個人，你就不要大聲到個個聽到曬，你自己用方言是可以的。第七，一起，不要單為容易經歷聖靈的人禱告，即是有些哇很容易經歷，那你為祈禱呢，哇真的很開心的，因為很多需要的，我們都為所有人祈禱，即是這個是給大家提醒的。第八，不要在服侍禱告時變得驕傲或自卑，不要驕傲，即是說哇很厲害，或者自卑，哎呀我祈禱沒人經歷的。第九，不要單服侍幾個人或某些人，即是不要只是找某些人來服侍祈禱。第十，有流淚的不要急忙弟子跟，即是他流淚的時候聖靈感動他安慰他，你不要立刻弟子跟，他就分心了。第十一，若服侍新來者醒先解釋關於按手禱告，如果他未來過的，那你都問一問他，啊，有沒有見過服侍，啊，這個按手祈禱啊，那人經歷啊，或者怎樣投入啊，這樣都可以問一問他。十二，自己又有喜樂，而對方沒有喜樂，自己不要大聲喜笑，雙方都有喜笑就不要禁止，即是他就在那裡哭著，你就不要在那裡笑了。譬如你有喜笑，但他又沒有的時候，你都不要太大聲，但這個整體聚會我又不想禁止喜笑，我是想大家多些喜笑的，不過我只是你為他服侍祈禱那下，即是你在按手，你在哈哈哈哈哈哈，咁佢咧就喺度冇乜反應嘅時候咧，佢就喺度唔知道做乜嘢好啦，即係覺得你又咁喜樂嘅咧，我冇嘅咧咁。咁呢個即係對佢阻礙，但係整體咧，我係想大家保持喜樂，讓我哋聖靈嘅恩膏加強喺呢個地方，我係絕對歡迎同埋希望更強烈嘅喜樂嘅。十三，不倒的不要令他倒，倒的不要令他不倒，即佢唔倒你唔好捧佢倒。嗰啲倒嘅你又唔好阻住佢。而是他一放的時候，聖靈的能力可以臨到他身上。第十四，不要自己搖動事搖動人，即是你不要在那裡搖啊搖啊，他又一直動的。 OK， 十五，服侍禱告者若平時有領受神話語或異象的，請先通知葉牧師或長時間處理好生命和所領受的證明是正確的，若是安慰建立的可以說，以下的不要說，自己告訴我，就是指出罪和指示性。那個意思是什麼呢？如果中間某些人他是領受 很多很準確的，那你就告訴我，我知道誰是有的，那我會知道你的生命處理好了，那我就會釋放你可以講正面的安慰建立的。但是如果指出罪這件事呢，你都告訴我等我處理，或者指示性的，譬如說你要去非洲，你要結婚了，或者你去哪裡轉工了，你搬屋了，這些呢你講完呢，如果不是的時候，那個人呢就會很困惑的，那這你告訴我聽又怎樣處理，就是這個情況，這個就是處理，啊，關於，啊，有領受性的。好，那我呢就想很快重溫一次，啊，我們就這樣讀過就可以了。侍奉人員的第一就是學主的樣式，就是侍奉人員，不是就是做事的，同埋人人嘅侍奉都要被試驗嘅，有一日都要被試驗嘅。一邊起一邊拆好唔好啊？一邊驕傲一邊犯罪，咁就自己拆啦。咁啊，即係嘥心幾眼瞓啦。好啦，對神嗰方面就係唔
唔好對神負面啊，即係裏面咧唔好喺度埋怨神啊，點解神咁樣做啊咁樣。另外咧就有啲人同神嘅關係都唔好，有服侍嘅時候咧就有問題啦，所以我哋要建立同神嘅關係，或者留在最終啦，咁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有破口啦。咁同人嘅關係啦，就係驕傲啦，覺得自己叻過人啦，睇低人啦，嫉妒啦，嗰人叻過我喎，見到就唔順眼啦，或者比較啦，比較邊個好啲啦，其實唔使比較，廣闊嘅心，個個都好就最好啦，一齊講啊！個個都好咧，就最好啦。廣闊嘅心啊，中意俾人推崇咧，人哋推崇睇佢，佢就覺得好開心啦。爭取公開嘅侍奉，好似揸麥啊，企出嚟就好似爭取啲。其實啊，雖然而家其實唔係好多咁嘅機會，但係咧，即係個意思就唔好淨係爭取公開嘅，係所有有機會服侍人，我哋都可以爭取嘅。同埋咧，唔好俾人影響啦。就係嗱，呢個係周時都有嘅。服侍嗰陣時，哎呀，啲人唔好態度啊。哎，唔做啦，唔侍奉啦，唔學啦，嚟到呢度有啲人唔中意我，唔嚟啦。咁啊，即係呢種嘅心態嚇，希望大家唔好俾人影響啦，同埋容易受傷害，有傷害要醫治嘅，唔好繼續受傷害。咁有啲人難於同人建立關係啦，同人有距離，有學習點樣同人建立關係。如果你即係呢啲方面有困難嘅，你可以揾我嘅，即係唔係一定個個係輔導，有時可能寫俾我，咁由我回應你或者電話溝通啦。或者我哋語氣態度唔好嘅，我哋要求主幫我哋處理啦。咁由自己嘅問題，我哋如果睇重恩賜嘅，多於神嘅，我哋要注重係神，注重祝福人，唔係注重恩賜。人能力係唔緊要嘅，恩賜才幹係唔緊要，喺神嘅眼光嚟講係唔緊要，都事後佢會俾你嘅。你有心，佢就會俾你噶。同埋有情緒啦、負面啦，當你有呢啲嘅時候咧，係需要處理嘅。缺乏愛心或者良善，我哋求主幫我哋有真係祝福人嘅心，見到人就愛佢，見到人就歡喜佢，時時係祝福嘅心態。或者冇信心，求主俾我哋信心，有信心咧係去祝福人嘅，同埋服侍祈禱嘅時候留意。OK， 咁耶穌就話咩啊？一齊讀下，你這有良善有忠心嘅仆人，你做得少，耶穌都歡喜；你做得多，耶穌更歡喜。當你係良善。出於良善好唔好啊？祝福人嘅心，耶穌乜都收曬，耶穌乜都賞賜，一杯涼水神都歡喜。當你出於愛心俾佢，神就好歡喜噶啦。其實咁樣諗法，哇！你一生人幫過幾多人啊？好多喎，係咪啊？所以應該得到好多嘅賞賜喎。你並且越嚟越得到更多喎。當你出於良善嘅心，我哋一齊禱告，求主耶穌幫助我哋。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。主耶穌，你賜俾我哋服侍嘅心，賜俾一個祝福人嘅心，係一個咧係你嘅生命可以流露喺我哋生命裏面。多謝主，因為你咧係充滿愛嘅，充滿憐憫人嘅。求主你幫助我哋個心就係時時祝福人，時時睇重人，時時愛人，時時關心人，睇重每一個人，並且想興起每一個人。主要求你幫助我哋處理我哋裏面有啲咩驕傲，有啲咩負面嘅嘢，有啲咩。看重自己的恩賜的，或者看低人家沒有恩賜的，求主耶穌你幫助我們省察我們的內心，求你幫助我們整個生命發揮出來。我們就算我們有很多恩賜都是值得驕傲，當我們驕傲的時候，這些一切就變得無有，是變得沒有意義。但是當我們甘心樂意，真是神啊，我是不配的，我是軟弱的，我是有罪的，但是神你依然接納我，我是所有一切恩賜都是從你而來，我服侍的機會都是從你而來的。求你幫助我們做每一樣都蒙你喜悅，每一天見的人都見完我們之後很開心，我們家人見到我們都是更加開心的。這個都是服侍主的，我們對人的好都是服侍主的。多謝天父，感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。阿利路亞，是不是每天你見真人都開心？是不是服侍主啊？是的，他們就說基督徒真的開心一點。那這個 是能夠祝福周圍的人的，希望大家都時時有個心態。我今天即不是一定不是特意，我今天要輔導啊，去為人祈禱，不是只是服侍，就是你見到人的時候你已經開心，祝福人的心已經是服侍了，行不行？因為你小組都是笑得好似呢個耶穌咁靚咁甜，成日都係咁靚咁甜嘅。咁嘅時候咧，人哋見到
都開心啲係咪？呢個已經係服侍主啦。